这种是 classical 的东西，一定要确实都要会。你看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你们也都做了很多音乐，很多歌，能够留出一首两首，够了，在人世间已经够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这经典呢，是吧？很少像我是留二十几首以上。没错。我刚原本想说你留三十几首。不谦虚。二十几首。谦虚。谦虚。Stay humble。好。好吧。Stay humble。那我们可以二十九就二十九，不要硬说三十几。好，来，像目前成绩看一下哦，最低的。最低的要注意了，出游只有两组，两组能晋级，另外三组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复活赛，只能再 pick up 一组，所以这一集有三组能入围，好好加油，好吧？哎，大家的分数都在伯仲之间，请看下一题。我以为如果有热情，有成长。好，不会就不会了。三二一，两安，只来看看能想家哦，只怕想家，只能还回家啊。好，正确答案只怕想家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处理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。傻瓜也听出来是山丘。中间线，心扫男子汉，一路为红颜。多少同林鸟，一枪要分飞燕。蛋放两旁，滚滚摆中间。问你好，一二三，对啊，对，凡人歌啦，李宗盛大哥，凡人歌，这种是 classical 的东西，一定要，哎呀，确实都要会。你看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你们也都做了很多音乐，很多歌，能够留出一首两首，够了，在人世间已经够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这经典呢，是吧？很少像我是留二十几首以上。没错。我刚原本想说你留三十几首。不谦虚。二十几首。不谦虚。谦虚。Stay humble。好。好吧。Stay humble。那我们可以二十九就二十九，不要硬说三十几。好厉害。